好，给大家录一首来自雷子的《南方姑娘》啊。日子过得就像那最不眠的晚上，他撅着口香糖，对墙漫谈着理想。耶嘿，南方姑娘，我们都曾忍受着漫长。方姑娘，是不是高楼遮住了你的希望？哎呦，好，喜欢主播的点一下关注啊，晚上可以来听完整版啊，谢谢啊。